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老伙仔今年63，永远袂当食圆啊，当作64。啊，老伙仔若食到64，了了阎王都要请我去啊！你咧，呀老伙仔吼，呀来到这，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。呀，这吼观众朋友你看无？好，这会当讲吼，来对面布置红啊，有够济都对咧。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小朋友吼嘛爱来了解啊，咱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就对了。啊，这什么所在？我甲您介绍，这就是吼黄文进墓墓纪念馆啊，嘛个公司布袋戏的这个纪念馆。啊，来对面布袋戏吼，自这古早时代，也伫咱台湾吼有超过150年的这个历史。布袋戏较早叫做江中戏，啊，因为吼时代伫咧改变，啊，所以慢慢啊吼布袋红啊甲放大，啊，人伫讲吼，咱人会大咧，布袋红啊嘛会长大，安怎讲？因为较早吼，即个江中戏比较较细粒，啊，咱即小朋友甲观众朋友有兴趣吼，会当欢迎来到着咱黄文进墓墓纪念馆来参观。啊，只要吼完全拢免钱的就对啦，拢免拍门票啦，免费的啦，啊，啊来到这会当了解啊吼，咱这地方的文化，啊，若要特别了解吼，欢迎咱观众朋友，若有时间啦，会当拨假，也安尼吼，啊，讲招阿妈，啊阿妈才看孙，啊简单讲吼，算起就是咱彰化县市吼，目前唯一一间的这布袋戏纪念馆，来对面千变万化呢，什么款的布袋戏啊拢有，来对面真好耍，唔那有传统的布袋戏，互恁观赏，也安尼吼，再佫有这布袋戏红啊，和小朋友会当亲身来耍下布袋戏红啊嘞，哪耍哪趣味嘞，有影就对嘞。阿公阿嬷若看孙在耍布袋戏吼，绝对笑到目睭微微嘞，有影嘞。老伙仔吼，我若要来去看老爹嘞，我较等下要招阮孙，招阮孙，我若按这个黄文进墓墓纪念馆来去参观，看老爹耍布袋戏，而且佫 DIY 长耍嘞，确实袂歹，安尼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杨红。相信大家都知道布袋戏
但是你们知道布袋戏有分两种演出方法吗？一种是外台，另外一种是内台。外台是外面庙会演的，叫外台。内台是戏院演的，叫做内台。想要更加了解布袋戏的美，跟它展现的故事，以及忠孝节义的故事，欢迎大朋友、小朋友、阿公、舅、阿嬷、阿爸、舅、阿母，大家小舅到底来黄文静木偶纪念馆参观。这里还有布袋戏可以教大朋友、小朋友学布袋戏，或是练习操偶。现场也有很多布袋戏可以让小朋友玩，欢迎大家来参观。